们反复调看了监控之后啊，他这个王女士当时应该是在玩手机，然后所以说导致那个注意力啊没有集中，然后失足掉入了旁边的河水中。提醒广大的手机低头族们啊，为了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请抬起你们的头啊，在走路或者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手机啊。